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诚恳的跪谢一下我的上帝，我的信仰，谢谢。我们来，我很最谢谢的是我们所有的基隆的市民朋友，他们的肯定，他们的支持，还有我的团队，包括我们在场所有的这些至亲好友。今天这一场胜利是属于大家的，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未来我也会用市民的仆人、上帝的仆人这样子的心境，好好的去做我每一份我该尽的义务跟该做的工作。我的太太她最辛苦，在我在忙的时候她都在陪着小爱，然后工作压力也是很大，然后在经历了这场选举她也非常的辛苦。最后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女儿小爱，大家都知道，我看到了，我今天早上有带她一起投票，她是我的礼物，她也让我认识了这个社会上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。我爱小爱，我也会从她的角度，从她的身上继续努力的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